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今仔日洗手阿伯，我是江坤俊医师。对抗病毒，洗手是上有效的方式哦。一般来讲，洗手会使分沙文洗手甲酒精打洗手。我会建议大家尽量使用沙文洗手，因为这是一个安全、有效又袂过敏的方法哦。伊会使甲你手顶头的病毒拢洗哦，足清气的。虽然酒精打洗手也有不错的效果，但是一般来说是在你旁边没有水的时候，我才建议你使用酒精打洗手。沙文洗手也是比酒精打洗手更加有效更加安全哦。另外次氯酸水一般我是拿来七度顶露头膏，千万不能拿来洗手哦。